给大家分享一下拉斯维加斯的海拔高度，最高是 Summerlin West 的这一边3560英尺，最低这里 Lake Las Vegas 湖区海拔是1450英尺，差了2110。机场大道、赌场大道和机场这一带大概是2100英尺，所以呢这里凉快，这里热，我们开车过来玩能感觉到起码差个6-7度吧。总的来说呢，西边呢赌场大道这西边高于2100英尺，东边呢是低于这个数的。那你喜欢凉快的人要考虑买三边的。到 Henderson 这边呢 Black Mountain 它这也有山的，这里也海拔也高起来，然后也凉快一些，这个要根据自己的喜好了。